妈祖慈悲，大家好。有位的网络的朋友来问到说，我们农历的七月普渡，如果有参加大庙的普渡法会，还需不需要在家里再祭祀、再普渡拜拜？来问顾问。那顾问是这样回答的：因为时代的背景不一样，慢慢呢，整个社会的形态慢慢走向都市化、小家庭，所以我们居住的空间呢越来越狭小，人人也很少，人手也比较少。那都市为了方便大家啊，要继续传承这个道教的传统，企业的普渡，所以庙宇啦、团体啦，甚至我们办公大楼也会统一大家一起来拜。那就是一种演变，也时代的背景的不同，居住环境不同，因为家里也没有一些长者教我们要如何正法正式的方式来普渡，所以一起来拜。那何况大庙呢，都会很隆重请那个法师，很有道德、很有德行的法师来诵经啊，来做一些仪轨啊，正式的普渡。如果我们有参与，那我们的福报啊、功德真的是很大、功大。那才是依据佛这个庙宇的神，依据正法，如果办理普渡的这些仪轨法会。有那个方法、道法，还有真，有那高真来为我们办理，所以皈依三宝，佛法真，这正法。所以像顾问呢，也是采用参加庙里面的一个普渡法会。那家里呢？那家里如果我们还是在乡下，有很大的空间，那阿公、阿嬷、妈妈都很会拜啊，所以我们就一样来家里也做个普渡，又何妨？我们更敬天、敬地、敬鬼神、敬祖先，保留传统。道教就是源远流长，一代接一代。我们的怀旧的情怀啊，保持我们的传统习俗。所以参加庙里法会，家里的空间许可，又有人手，又有老师，我们的长者也会拜，我们也不会麻烦，那我们在家里也来祭拜。那如果像我们都在都市，那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拜，那些仪轨怎么处理才是正法，那空间呢、也不方便，有这个心来继承这样的传统，我们到庙里、大庙，或是我们附近的庙宇、土地公庙都可以，都可以，甚至于我们里长办的啊，我们这个里一起有请老师来诵经念经，都可以，有懂的人来指导我们，对，来办理。那顾问呢是有宗教信仰，依据佛法真，所以我会到庙宇，那庙里的神主神作主，然后有方法，因为我们请了一个高僧。大德就是老法师，那念经诵经，依他的一个法仪轨来办理，那更是正式。所以我们在家里真的不方便，就可以不用去祭祀来普渡啊，有这个心啊，我们恭敬，那我们真的做到恭敬三宝，在庙里面有佛依法依真来办理。我们就会继承我们道教的传统，敬天地、敬鬼神、敬祖先，然后我们一代接一代，不要让这个传统习俗啊不见了啊！我们有心、正心、诚意就可以了。感恩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妈祖慈悲。